新疆鄯善羊海墓地位于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南麓戈壁沙漠地带，墓葬主要分布在相对独立的三块戈壁滩上，其中一号墓地面积约1.5万平方米，二号墓地约2.4万平方米，三号墓地约1.5万平方米。三块墓地虽然独立分布，但墓葬密集，数量巨大，有的墓与墓之间相隔距离只有5-6米，布局疏密相宜，井然有序，说明它们延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。但是从墓葬形制和葬俗来看，又有明显的变化。考古队根据掌握的情况，将羊海墓地的埋葬形制归纳为3种类型，即二层台墓、树穴墓和偏室墓。为了弄清楚羊海三块墓地的早晚顺序，考古队首先得区分开这3种墓葬形式的早晚关系。在这3种形制的墓葬中，树穴墓早于偏室墓，这在新疆以往考古中已经被证明了的。二层台墓是吐鲁番盆地新发现的一种墓葬形制，该形制的墓葬中随葬器物有铜斧、铜刀和铜马衔，它们流行的时间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，远远早于树穴墓和偏室墓。因此吕恩国推断，羊海墓地墓葬形制的早晚顺序应该是二层台墓、树穴墓和偏室墓。依据这个逻辑序列，考古队将羊海墓地划分为3个时期，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埋葬形制，而每一种埋葬形制都反映出了它的时代特征。比如椭圆形墓和二层台墓主要分布在一号墓地，而直壁墓主要分布在一号墓地北部和二号墓地西南部。这种墓占整个墓葬的2/3。另外还有偏室墓，这种墓葬主要分布在3号墓地。考古队从羊海三块墓地葬式葬俗的变化，发现了羊海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巨大社会变迁。羊海墓地这个幽冥的世界，就是当时羊海人的一个历史缩影。一号墓地墓主基本都是成年男性，单人葬，随葬品中很少有陶器，主要以铜器和木器为主，说明这个族群进入吐鲁番盆地初期保存了比较纯粹的游牧文化。中原的彩陶文明还没有渗透到这一地区，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墓都有覆葬或者是殉葬，殉葬者多为女性，这反映了男性主导社会的霸权。但是在二号墓地，这一野蛮的社会形态有了改变。二号墓地多为合葬墓，合葬墓一般为一男一女或一男多女。这种现象表明，女性已经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
家庭是这个社会重要的组织结构。这种墓葬普遍存在杀生随葬的习俗，主要随葬牛头、马头和羊头等等，用人殉葬的野蛮行为不见了。我们判断呢，这可能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，因为在一号墓地的这个椭圆形这个墓葬中呢，或者是墓葬的周围，都发现了大量的用人殉葬的这种迹象。那么在二层台这种墓呢，和直壁墓的这种现象呢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动物随葬品。这说明呢，这两种墓要晚于这个椭圆形的这种墓室。在二号墓地41号墓里出土了一个泥俑，证明了考古队的推测。泥俑是熟土制成，没有裂纹，光滑平整，塑造特点明显。考古队分析，它也许就是当时洋海人的模样，是作为随葬品陪葬的，可能是替代活人殉葬的一种习俗，是洋海社会进步的表现。因此，考古队推测二号墓地要晚于一号墓地。从墓地的面积和墓葬的总数来比较，二号墓地也远远超过了一号墓地和三号墓地。二号墓地出土的文物最为丰富，也最精美，说明这一时期是鄯善洋海人的兴盛期。特别是大量陶器的出现，证明洋海人在这里已经定居很久了。像这种单耳罐、彩陶杯、彩陶壶和彩陶豆最多。纹样也最丰富绚丽，其中以漩涡纹、竖条纹、锯齿纹、三角纹和网状纹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。从这些陶器的形制和纹样来看，深受中原彩陶文明的影响，说明鄯善洋海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也日渐密切。三号墓地从葬俗来看，显示出洋海人衰落的迹象。墓葬零散，不成规模，在随葬的物品中没有发现彩陶，陶器多为做工粗糙的罐、碗、杯子等小物件，纹饰也比较简单。这些器物明显与二号墓地那些精美的彩陶有较大的差别，而与近在咫尺的苏贝西墓地出土文物相类似。苏贝西墓地经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碳14测定为公元前3世纪前后。因此，考古队将一号墓地划分为第一期，时代推定为青铜时代晚期，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前后。将二号墓地划分为第二期，它的时代确定为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300年前后。将三号墓地划分为第三期，它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00年前后。这一结论说明，洋海墓地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到公元200年左右，
一直延续了1200多年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，在这块火热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延续了1200多年，却又突然地消失了呢？面对杨海这个庞大的墓葬群，吕恩国常常坐在墓旁凝视着这些文物思考。杨海墓地除了墓葬形制变化多样，出土文物纷繁复杂之外，许多未解之谜让吕恩国感到困惑。有时候在苦思冥想中也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。他发现杨海人的相貌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另外呢，就是他的那个像颧骨啊这个地方比较陷弱一点，这个呢就是欧罗巴人种的特点。吕恩国经过仔细观察，发现鄯善杨海墓地的这些人很像是欧罗巴人种，也就是欧洲的白种人，因为他们的颅骨强烈地表现出了欧洲人种的特征。这一发现使吕恩国着实感到惊讶。这些欧洲人种怎么会在3000多年前来到鄯善杨海这个地方的呢？在杨海墓地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呢？吕恩国根据多年的考古经验判断，这种现象应该不是孤立的，因为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周边地区已经多次发现了欧罗巴人种，